而家嚟到九龍塘名校嘅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余安安，而今日带大家嚟到贵族地段九龙塘龙苑，而我身边一位咧就豪宅专家 Ricky。Hello，Ricky 啊，系啊，你知唔知道我一出 lift 咧，感觉自己好被尊重啊，因为一梯一户，呢个系咪真噶？冇錯，點解得人尊重呢？你而家身處嘅位咧，就係而家一梯一皇宮所謂嘅私人殿底太堂，你見到好有氣派，上面有水晶燈啦，仲有呢個單位咧，有四間套房，仲要喺名校區，咁不如我帶入去睇下，究竟有幾豪，好唔好？好，唔該曬。一入到嚟咧，就見到咁靚嘅水晶燈，你以為淨係廳咁簡單？你唔信望下嗰邊咁大嘅廳啊！哇，都話噶啦，睇下幾大個廳。你睇下又一盞好靚嘅吊燈啦。太大啦，我點樣擺好呢？諗一諗先。啊，我前面咧就擺一個好大好大嘅電視，然之後咧褪後兩步。啊，係啦係啦，呢個位啱啦。咁我呢度咧就會擺一啲梳化啦。哇，我後面仲有好大好大嘅地方啊！不如你都幫我諗下擺啲乜嘢好啦，好唔好啊？个厅咁大，连厨房都唔弱喎！哇哦，喺个厨房都可以跳翻石舞，哇，有咁高大威猛嘅雪柜、焗炉同埋红酒柜啊，可以喺度叹翻杯红酒添啊！哇！嚟到我身後邊咧，就係主人房啊！你睇下，哇！我好中意個扎庫茨啊！哇！呢度咧就可以按摩啦，一路飲紅酒，一路去浸浴喎。仲有呢度咧，就係有兩個洗手盆，好中意啊！咁我起身咧，就同我個 lover 喺度一路刷牙，一路傾偈啦，不知幾好啊！嗱，仲有咧，帶大家嚟到呢一個嘅大嘅睡房啊！如果是我的話，我這裡一定會放一張 double bed 的 queen size 的大床，然後在這個位置，就是這個位置就放一個梳妝台，沒錯了。哇，再來看看這裡，哇，一路化妝一路可以看到挫男在這裡游水啊，想起都開心啊。嗱，我身後兩間套房都是一樣的，不如我帶來這間看一看吧。哇！呢、這個 view 咧都係泳池嚟嘅。如果啦，你唔想睇壯男唔緊要噶，喺度望一望出邊咧都心曠神怡噶噃。話咗呢個單位有四房四套噶嘛，啱啱睇咗三套咧係泳池嘅 view 喎，咁仲有一套喺邊度咧？嘉林邊度？係啊 ，Ricky， 啱啱我收到電話，個 friend 話有興趣喎，係咪揾你啊？當然可以啦，我如果大家對呢個樓盤有任何查詢，可以歡迎致電俾我嘅。